今天来到那个美术南山街哦，这边是那个黄院建设的，黄院玉宝了，黄院玉宝，而且已经做差不多三四户而已啊。哦，啊，咱即马来看咱这户吼，做起来吼，感觉是安那吼，大家看卖下。哦，我们一样哦，这边都是走鸭街的啦。哦，啊，一样先做个白帕斯，好，然后下来。哦，然后走，下来之后呢，哦，经过我们的那个基础过滤，哦，两到四大棒，哦，阿哥的，他专门做纯的全鸭街，走起来叫做工业风呢。哦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单槽都改成这种智能的啦，这种智能的它比较漂亮，还比较好用。哦，然后回去，哦，然后再回去。哦，然后再接回去到这里来，哦，大概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这用全鸭街的咧做起来的话，我是个人是觉得还蛮漂亮的，很有工业风啊，哦，那如果喜欢的朋友哦，欢迎到我们粉丝专页哈，哦，来留言按赞，哦，那今天的分享哦，先到这边，好，哦，谢谢各位。